马国明、汤乐文高调认爱，得到全城祝福啊！两人拍拖短短两个月，已经去到见家长的地步。靓汤爸爸兼艺人汤镇宗出席活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，表示对未来女婿马明相当满意，大赞佢有礼貌，为人踏实。而靓汤妈妈亦同样对马明印象好好，非常放心将女女交俾马明，恋情得到家人无条件支持，希望两人可以一直走落去啦！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揿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